Hello， 饼天狼，挖狼来了，全网都在讲我们的烤饼都是烤饼界的天花板。现在饼天狼用特地去到 KL， 就可以在 Lenny Plaza 吃到了。呀，我们去看看，真的是一开张就爆满，而且很多都是在 KL 吃过的回头客。一走进店面，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所有菜品的制作过程。第一次来的朋友不用担心踩雷，直接点我们的鲜虾鸡腿黑椒牛肉就对了，绝对不会出错。用料很扎实，表皮也很酥脆，里面都是这种大肉块，确保每一口都能吃到饼皮和内馅，味道也丰富。最重要是价格划算，一个烤饼也是大概10块钱左右。每一份餐点都是纯手工现烤现做，拿到手还是热热的，还有一点烫手哦。你是怎样知道鸡饼和这个品牌？我经过这里，然后呢看到很多人排队，我就很好奇了，然后我就过来看一看哦。啊，我是刚刚好路过这里，他想尝试一下。你都点了什么食物？啊，是那个番茄的。我点的应该是番茄鸡腿。你觉得味道如何？很不错。啊，还不错。